火锅店的圣代也太好吃了吧，软嫩的牛肉，肥美的生蚝。今天带你们到高雄吃评价非常好的火锅店温度太嘎好爱嘿梅森。这家梅森已经吃好几次了，也差不多可以介绍给各位了。首先在等待火锅来之前，一定要先吃的是麻油鸡腐饭，香气很足，麻油是温柔的表现哦。再来他们家的 A5 和牛双酱，伊比利梅花猪，再配上海鲜飨宴，品质都非常的好，不论涮哪一种汤头哦，入口都是美味。重点就是涮七分熟，带点粉嫩的感觉，是与舌尖最完美的相遇。套餐除了有丰富的蔬菜、主食、甜点，还有独家的温度系列火锅料，这也是许多老主顾会点的、哦。还有超新鲜的海味飨宴、滑溜的生蚝、手工花枝虾浆，还有各种好料，套餐让你一次满足。享受完以上的咸食哦，当然要来一份特制的圣代甜点啦！每一份都超级用心的在拼装，好像艺术品一样。各位，你们点收藏了吗？赶快标记朋友，一起来试试看。I wasn't looking out for you. I'm sorry, I'm so shallow. But I'm still looking